hasta luego.有惊喜！你才是真的奸细。不过，看在我们从小的感情上，我可以带你保守秘密。可是，咱们得先谈谈条件。怎么样？只要你答应嫁给我，我什么都不提。要不然，哼！别妄想，你作恶多端，今天是你死期到了。报告大王，少寨主是奸细。